最近非常有意思，也非常偶然，连续三个戏都跟餐厅有关。现在已经冲完浪了，快一点钟，然后现在赶去那个LMU 这个大学，然后我们在那里做彩排。这个片子要在星期四晚上拍，是一个厨师，一个餐厅的老板兼厨师兼主厨，挺阴暗的一个人。最近非常有意思，也非常偶然，连续三个戏都是跟餐厅有关的，两个餐厅的老板，然后两次是那个厨师，所以一共我有三个片，最近有三个片子都跟厨房餐厅有关系。LMU La Utah， 感觉名字看起来像 Toyota。想去对 La Utah， La Utah Mount Mary Mount Mary Mount。5点钟排了3个小时，还挺好的，就是把所有东西过了，我把一些有疑问的地方都跟这个导演说了一下，调整了一下，有些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调了一下，然后这个演员演那个我的对手的这个演员也还不错，年轻，也我们就挺自然放松的就过了几次。感觉还有下星期三可能还要再排一次，那到时候就会拍摄的时候就会比较顺利了。